感觉我今天运气来了，有没有抽奖？我要抽中了。有，这里面啊有神秘大奖，你试一下。神秘大奖？啊，这是啥样的呀？这个是香香，是抹脸的。我不想要香香。二大爷，你能不能给我换个奶嘴糖？行，我给你换。给。你就要这一个？对啊，我妈就给了我一毛。哎，算了是什么意思啊，二大爷？哎，算了就是不要钱了。这么好，二大爷，那你换拿个金银宝吧，我说再换拿个双胞胎。你不是只有一毛钱吗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你给我拿就行了。爹，一共两块。那金银宝算了没有？算了。霸王丝呢？算了。这个双胞胎呢、啊、也算了、啊、那我走了啊大爷。哎，还没给钱呢，你刚才不是说都算了吗？我说的这个算了不是那个算了，到底是哪个算了我都被你整懵了。哎，还是算了吧。